娘呐，相如小儿有什么真实的本领，今待收下为压老夫，此事我知啊，就不和公向后心中不平，我也曾羞辱于他，累次三番退让于我。相如啊，有老夫在朝一日，你就做不得太平丞相爷。
呀。凡兵法遇山，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，请这孙膑之将，这众全军覆没，降老臣与之公，乃是患难弟兄，情同骨肉的一般。朕十万人马，战将千员，也是老臣亲手教不练，眼睁睁你们
自日龙潭葬身虎口，这不罕极也，就要化为飞灰，怎不令人心痛啊？怎不令人阔苍？怎不令人心死？
叫我李